他现在目前的烦恼就是，他说你每天工作那么累，回到家听到他的少女的烦恼，真的是一肚子火，一肚子火，一肚子火。哎呦，这个其实我根本也没有不会太在意，因为在意我就不会 po 那些照片，而且加上我胖又瘦，然后又生小孩，没有纹路不才奇怪嘛。就不会想用医美把它弄一下？其实在我刚生完小孩的时候，纹路已经有打过了。那你现在有什么运动伤害？我超多，我超级多。我们一直都有在看复健师，今天复健师还在念啊，说你们练哦，练完了肌肉都不放松，那个都会压迫到脊椎。其实是相对的，是你练身体看起来再壮，但其实本质都会是不好的。你肌肉线条放松拉长之后才会漂亮。我每次都在被复健师骂，然后每个礼拜都要花钱给他修理啊。很贵，那像我们昨天出外景运动什么的，我昨天出外景爬山，昨天回来之后就昏睡，然后到早上起来就不舒服。昨天就是到一个秘境，你们在用这瓦片来爬山，昨天怎么上去还有仙人掌这样。那我女儿就来探班，第一次来探班就跟着我爬山，她下来了说我再也不要来判探班，我不要了。那因为最近我女儿也是，她驼背很严重，复健师也是说她要去练肌肉，因为现在少女这边都没有肌肉嘛，然后我就好好跟着他陪他练皮拉提斯，也是至少瑜伽，我觉得他比较能接受。最近长大了，上个世纪。他脸长太大了。对啊，每天都在那边。然后昨天晚上我们回到家，那我们来看那个一个人的系列，就是之前创意油管不是有拍我们两个，然后跟他的小学生作答，然后我们就在看，我就说你小时候真的好健谈，好可爱哦。然后他转头问我说：“所以现在是什么意思？”我说：“你现在就是不太好聊天啦、啊。”那就长大，你知道叫他做什么，他有说不要。对啊，我们两个其实一起去复健，然后我就说，那你就我今天开幕就来啊，不要，我要回家。贞子不太会啊，因为他根本不理你啊。对啊，他根本不会鸟你，不要再驼背，然后他就这样摸摸。啊，男友了吗？会不会有一些？现在没有，他现在全心就是放在 BTS 身上。追星追星。他现在目前的烦恼就是去演他赛。他说你每天工作那么累，回到家听到他的少女的烦恼，真的是一肚子火。他说他要去买玉兰花阿姨穿的那个袖套，然后要这样去乐园。我说你疯了吗？因为他喜欢 BTS 啊，他就是每天在幻想要嫁给他们。哪一天出来讲说他喜欢女生就是皮肤要黑要健康那一种的，那我要换好像。